我们的志工妈妈正在发今天的爱心午餐。今天非常谢谢这么热的天，这么多大哥哥大姐姐都来到现场，然后一起来听这些收音机的故事。我刚才也先吃了这个爱心午餐，非常非常的好吃，而且这个料非常非常的丰富。我们这些的风险都是在人生最不堪的时候
然后因着认识神，以至于把我们带到没有人睡的地方。我们不要太高估，我们就是一个在非常非常平安、非常非常喜乐跟丰盛的一个境界当中，那个就是我们人生要求。你说我们人生真的求发财吗？真的求大富大贵、求名利吗？有的人有啊，可是你问他快乐吗？你问他平安吗？未必耶。所以我们一生真的求什么？就是求平安。那个平安是从心里来的平安，那个真正的平安不是人来的，人会跑，山会倒，只有上帝不会变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在请我们的王子跟大家见面之前，我们先用掌声欢迎他的新哥哥赵亮跟我们说几句话。谢谢美贤姐，谢谢 OE Coach 的大哥大姐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。好，我叫赵亮，那这个名字也是信主后就是改的，原本名字不是这个名字，是纪念耶稣将我原本黑暗的人生重新照亮。我真的非常感谢主，非常非常的感恩。我是我们家族中第一个信主的，在6年前。那因着我生命改变，所以影响了我的爸爸妈妈还有我的大弟，一个一个都来信主。我真的非常感恩，因为我们家，我没有想到我们家最头痛的这个小弟赵宏仁，他能够在半年前悔改归向耶稣，我真的没有想到。就像圣经里头最美的故事，有人问狄更斯说，你读了这么多的这些文学，你创作了这么多文学，像《双城记》也是他写的，你读过，你觉得最感人的故事是什么？他说，那莫过于圣经里头的浪子回头。难怪中国自古说浪子回头金不换，今天在我弟弟赵宏仁身上，我真的看见，而且我大大的感恩啊。我没有想到他能够来到教会，能够跟我一起来聚会，甚至跟我一起参加晨更来读圣经，这简直都是不可能的事情。因为在半年以前，他的生命啊是没有办法想象的。跟他约好的时间，他总是没有办法出现。他住在上海，然后过着他吃喝玩乐的生活。我们要找他都不一定能找得到，要碰运气。我爸75岁大寿，我爸今天有来到现场，老爸站起来跟大家挥挥手，好吗？来，我们欢迎站起来一起。对，如果没有我爸，就没有我们这三兄弟，真的非常感恩。我爸75岁那一年，75岁大寿，他想飞到上海，因为他心里头一直挂念着这个小儿子赵宏仁，他希望宏仁来帮他一起过生日。就都讲好了，我爸特地飞到上海跟我妈。哇，宏仁居然始终都不出现。我爸在那边待了10天，宏仁居然都不愿意出现。所以你可以想象他生命中有多少的捆绑，落在黑暗的梦境里面。而今天居然能够到处去为主做见证，而且他说他的人生啊，要靠着主反败为胜。阿们。今天听到这个见证的大大有福了，因为他今天要站在台上，那真的是不可能的事情。这印证生命改变啊，才是最大的神迹。阿们。就我接下来的时间，我就想交给我最亲爱的弟弟赵宏仁。真的看到他，我就是赞叹神的作为。我们将一切荣耀归给神。然后接下来时间就交给赵宏仁。哇，太棒了！谢谢今天那个哇，掌声那么热烈，当然没问题。谢谢这个 Holy Ghost 今天邀请我过来做我的那个见证。对，那真的是很不可思议啊。我先跟大家各位介绍一下，我叫赵宏仁，宏仁。那我们家有3个兄弟，那大哥就是刚刚这位赵亮，台北他要下教会的传道者。那二哥是捞网上海捞网的总经理。那我们其实真的，我们全家真的很蒙福啊！该怎么讲？
就诚如刚刚亮哥讲的，一人得救，全家蒙福。因为我是我们家最后一个信主的，我也是最不可能信主的。等一下我会跟各位阐述为什么我会信主，我到底经历了什么，我之前在大陆是怎么败坏，怎么归隆，怎么让我的家人兄弟姐妹父母操心。对，那从小我是出生在一个很健康的一个家庭，就父母都健在，父母都健在，就是父母，因为很多家庭是离异，那我父母婚姻关系都还可以。那从小到大，因为我妈妈是个画家，油画画家，是个艺术家，所以她从小就开始就是会栽培我们。比方说，她会买钢琴，让我大哥、让我二哥去学钢琴。结果很奇怪，学到最后，我大哥的钢琴基本上都荒废了。那为什么这个主题《琴键上的猪肉王子》？因为后来我学了钢琴。对，我在国中的时候，国中毕业以后学钢琴，因为都是爸爸妈妈这样一路的栽培。那我成长的过程就其实都还蛮顺利的，但是因为小时候经常受到我大哥的调教，我讲调教是客气了，经常受到我大哥的欺负。我大哥怎么欺负我？他现在是一个生命完全180度翻转的一个传道人。那他小时候怎么欺负我啊？常常命令我做这个做那个，叫我倒茶添水啊，叫我开门啊，叫我干嘛干嘛。哇，然后重点是，我记得以前小时候被他修理得很惨，就是因为他国中晚自习，晚上回家的时候，因为我是小学嘛，我刚差5岁，结果我在家里小学下课回家以后，我就先睡觉，睡后我哥照样回家以后敲门，我没听到。我过了大概3分钟、5分钟，比较迟疑，晚了一下开门，结果不知道怎么样，他才一开门，开门我看到就头给人打下去，就打下去，就直接打下去。打完完之后，因为我妈小时候都在煮东西啊，煮糖水什么荔枝水啊、冬瓜茶，然后他就把我就跟着他一起走，他就把冰箱打开，把冬瓜茶拿起来喝一个，就直接往我头这样淋下去。然后那时候是冬天，我就被冻醒了。他小时候真的很坏。真的还好，还有一次更夸张，他在我哥哥很有意思，他上厕所的时候，他喜欢把以前没有这种智慧型三 C 手机这种乱七八糟，他会把音响搬到厕所里面，然后把音乐开得很大声，上大号的时候，他可能这样子才上得出来，他就把音乐开很大声，完了之后，他在厕所里面听音乐，边听音乐边上大号的时候，他会叫命令我做事。但是因为音乐太大声，我听不到他在讲什么，然后我就靠近厕所的门，我说什么什么什么，他就再讲一次，我说我听不到什么什么，然后后来他门一打开，我赶紧把门关起来，听到的头又打下去。那因为我们小时候家里是楼中楼，大陆叫复式楼，然后完了之后出来以后我就麻烦了，他就叫我趴在楼中楼的那个柱子上面，在那趴着蹦啊啊啊啊啊。他就他小时候喜欢买一个瓦斯箱，滴滴大的嘛，瓦斯箱。他就叫我趴在床上，他说站在那边不要动。然后开始对我射了。啊？我没有，我那时候很乖，我小时候很乖，我都不敢跟父母告状，因为我跟父母告状，我被打得更惨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那时候才小学2、3年级，他那时候已经国中1、2年级，他大我5岁。然后完了之后，他拿滴滴大在干，一直射。很痛苦啊，撕枪哎！然后我就这样，哦，操，操，我就叫，但是他讲什么？叫什么叫？我让你穿衣服是对你很好，没有叫你把衣服脱下来。我哥这样跟我讲，真的就是一个恶魔。还有一次，爸爸妈妈帮我带便当，然后带便当，我们家里有两个金鱼啊，橘色的金鱼，那一个金鱼死掉了。然后我哥，而且重点是，我这30年都不知道，我哥最近告诉我，而且重点是这只金鱼死了3天。都已经臭掉了，他把我放在我的便当里面，放在我便当里面，带我带金鱼便当，然后结果回去公司，结果我隔天到学校，然后蒸饭箱打开，便当盖一打开，我就看到是金鱼死在便当盒上，然后嘴巴是这样，就嘴巴是歪的，然后你知道吗？重点是我很乖，我很顺服，我还把金鱼夹到便当盖上，我把乖乖把饭吃完。然后我同学经过的时候看到我带金鱼，
然后他说：“哎呀，你怎么带这东西啊？我的吸肉，他带什么？”我带金鱼被我同学看到，都一切都是亮哥，就是我哥哥的杰作。反正小时候被他欺负的非常惨，那这个东西饶过。然后一直到我国中的时候，因为国中乖读书，喜欢打架，然后我还曾经甚至差点，真的是上帝的保守。为什么这样想？因为国中非常叛逆。那为什么会叛逆？因为他得不到爱，所以就会逞凶斗狠，就会希望有那种英雄主义，然后在学校就跟一些朋友啊到处去打架，然后到处去飙车，甚至我们还打比我们年级高。比方说，我国中二年级，我国中一年级，我会去打二年级、三年级。我国中二年级会去打国中三年级的。当我升国三的时候，学校都治不了我们。我是读敦化国中啊，他们以前叫明星学校。敦化国中其实有很多坏学生，然后当时我们那一届叫做四大天王。因为我们班里面就我们四个最坏，我们会打学长。我们升到国三的时候，治不了我们，他们就找校外人士这些流氓来羞辱我们社会人士。然后我有一次头还被打破，被人家拿汽车板头打，打到头破血流，缝了大概三四针。然后最严重的是有一次，我们在上课的时候，我们突然因为同学的书包被老师塞了垃圾啊，垃圾。而且这个垃圾已经三四天都已经臭掉了，这是我其中一个很坏的一个同学。结果完了之后，他就很生气，他就抓狂，他就把书包往后面后门一甩，甩完以后，刚好那天铃声响了，正要上课，体育课上完以后，下一节地理课，老师都来了，我们不管老师，我们就把家伙拿出来，因为那时候快要毕业了，我们身上都会拿一些请客的扳手，拿木棍，拿刀。我们就拿家伙开始去找老师，应该是老师给我们塞的吧。我们在全校开始找老师，我们班隔壁就是训导处，训导处听到我们在咆哮，在啊，就出来就三只鸡都乱动。完了之后，我们全校去找老师，真的感谢主的保守啊！为什么？因为老师如果那天被找到，我们以前年轻年少轻狂不懂事，我们能把老师打到重残、伤残。我跟你讲，真的很可怕，以前。还好没有找到，真的还好没有找到，都是神的保守。然后国中一毕业之后，我去了一间钢铁西餐厅工作。其实就在附近的，以前叫颐和西餐厅，我不知道各位知道吗？我跟妈妈太太在中仑加油站对面，颐和西餐厅开了好久。然后我就在颐和西餐厅工作，然后我认识了一个琴师，叫我记得他名字叫刘美信，我长得非常漂亮的一个琴师。然后完了之后，他弹的一手好琴，自弹自唱。然后我就觉得哇，好棒，钢琴声音好美哦。我就问他，我说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学琴的？我还来得及吗？他说来得及啊，他说我高中才开始学琴。我说那我来得及，我现在才国中毕业。我就太棒，我好开心，我就跟我老妈讲，我妈就帮我介绍了一个钢琴老师。然后我的恩师是连慧云老师，他是复兴小学的音乐老师。然后他琴艺非常非常棒，那我就走上这条弹音乐的路。我以前国中很叛逆，打架到处翘课、逃家、飙车。到高中以后，我就学钢琴，古典钢琴。我学了十年的古典钢琴。然后高中的时候，我还跟我朋友组乐团玩贝。然后我有奖状，大家知道，在淡水的家里。我后来高中1998年的时候，我们在全台北市的高中乐团大赛。我那时候我们拿了总冠军，然后我们是98年的高中大赛总冠军，就是第一名，我感谢你。我记得我那时候在上台表演的时候，台下还有罗志祥，那个小猪罗志祥当时在下面。对，那是中广举办的，中广1998年。然后完了之后，我就当兵退伍，我继续跟朋友玩乐团，但是就不是高中的那一群，我就跟我朋友玩地下乐团，玩那种 metal。重金属摇滚，然后我会到处去表演。我有去春天大海，就是我们一年一度的垦丁的四月份的春天大海，包含北部的野台开唱，然后包含河岸留言。河岸留言很有名，五月天跟苏打绿就是从师大的那个地下踏车出来的，我们会经常去表演。然后这就是我去大都之前的生活。然后没关系，啊，自由一点。然后。去到大陆之后，我因为哥哥的拉拔，
因为赵亮大哥在2000年的时候就到大陆去工作了，然后一开始做茶楼，杭州对吧？我没记错。完了之后，后来茶楼经营一开始好，后来生意不好之后，他们转做化工，做清洁用品，就是地板啊，保养工艺嘛。然后完了之后，他们前面一年、两年、三年，其实都创业的时间很辛苦。到最后第三年，发现很好的盈利模式，公司就开始突飞猛进，从5个人、10个人，短短这样2、3年内扩充到1000多个人。之后，我就在大哥公司跟二哥洪哲去负责深圳的分公司。然后真的很感恩啊，为什么？因为大哥一路的这样子扶持我们，帮忙我们。对，因为他把股份释放给我跟二哥。然后我要讲什么呢？我为什么会信主？我觉得这点很重要。为什么会信主？我想问一下在座的妈妈、太太、弟兄姐妹，请问一下，受洗的举手，手放下。还没受洗、未信主的举手。哦，好，手放下，谢谢。那我接下来要分享的就是，我为什么信主？我在6年前，2013年的时候，我因为随着在大陆收入越来越高。因为为什么收入越来越高？因为大哥赵亮的公司化工公司有股份，李太太，哦，李太太公司，加上我当时又投资的先玉仙，我在大陆投资的一些先玉仙，那再来我们自己公司捞网，捞网很多人不知道，我刚刚听到我妈妈太太交头接耳，我们捞网在全上海的火锅排名是前20名，上海大概有1万多间火锅。然后我们捞网目前在中国大陆海内外加起来大概将近90几间，快要突破100间。然后我们捞网火锅的年营业额大概是10亿人民币，大概我们年营业额40到50亿。所以我们在大陆基本上全部都知道我们捞网，就是海底捞、捞网，知道捞网。接着我们捞网在2017年是不是亮哥？我们是不是又回到台湾？我们在新区 APP 播放，我们有一些捞网。对，大家有空可以去吃吃看。我们是做广东的猪肚鸡啊，这种砂锅养生的火锅。那随着分红收入越来越高，以前在台湾一个月赚3万5万，然后为什么会卖猪肉？我这个猪肉大家看我。然后后来我在大陆一个月分红大概可以分到13到15万人民币，我一个月可以分70-80万台币。那跟哥哥比看，跟哥哥他们生意的，他们一个月分100多万以上，400-500万、500-600万工资更不用讲。那我想要讲的是，一个月分70-80万，所以我将近有10年都工作，我10年都工作，我在大陆，但是10年都工作，我是在那边，因为我有收入，我有被动收入嘛，所以我成天在大陆吃喝嫖赌，吃喝嫖赌。到最后，我一手好牌被我搞砸。我为什么说一手好牌被我搞砸？我在6年前，我因为情欲，我因为外面的女人，小三、小四、情人二男，我把我的老婆、小孩都抛弃了。对，非常非常可恶，也非常可怕。对，外面交了20多个女朋友。而且一次脚踏5条船，我想都是真实的，上帝是健康人心的。小三、小四、小五，最小一个，我今年68年，是1979年，我今年40岁，我最小的女朋友小我20岁，1998年出生，大学生。结果这个大学生以为他是小三，他知道我有老婆，老婆在台湾没离婚，分居而已。他想说有老婆，但在台湾没关系，他可以跟我在一起。结果他后来发现我家里还有一个女朋友，他以为他是小四，不好意思，外面还有一个，所以他是小五，原配老婆，家里一个小三，外面小四，他是小五。他在跟我讲，他很生气啊，他说你真的很夸张，你真的是人生的赢家，交那么多女朋友，你怎么可以这样欺骗人家的感情？我跟你讲，最后我搞得怎么样？我为什么信主？我为什么半年前会信主？原本有70-80万每个月，大陆3台车，2台马自达，1台BMW， 后来全部卖掉，我房子也卖掉，结果破产，
因为捞我们公司要上市，上市完之后把我们这些原始的股东的变成跟那个股份全部都回购，回购到合资要上市，要整合，所以我的分红断掉，两年前断掉，所以我就在吃老本，吃老本。那完了之后破产，加上我生病，我得牛皮癣啊，我得牛皮癣。我在二月份福音参会的时候，其实有讲过，那个梅先生也讲到，我把牛皮癣的照片放出来，但今天因为大家在吃饭，我觉得他影响他的胃口，所以我说没有放出来。重点就是牛皮癣，我怎么会牛皮癣，你知道吗？免疫哎，阿妈你赞，太棒。就是免疫力低下，因为我后来去看皮肤科，医生就问我，他说你最近在干嘛？你最近是不是太累了？我说没有啊。他说你这个免疫力低下太累才会这样啊。纵欲过度，纵欲过度，一个晚上七八次、十几次。我现在讲不是，希望不对理解。我现在讲这个不是讲我多样，不是。我的意思是说，我很对于我纵欲过度之后，后来得牛皮癣，哎、欸，一身牛皮癣。全身上腿啊脚啊100多颗哎，结果你知道吗？以前我哥哥二哥啊，不是两颗，二哥也曾经得过牛皮癣，是因为工作太操劳的时候得了牛皮癣。他去那个黄针县，各位知道吗？台北公馆皮肤科很有名，黄针县，黄针县四大路，黄针县跟他讲说，你这一辈子好不了，不是吹牛。我后来也得牛皮癣，我全身上下都是牛皮癣，结果我吃药吃了半年，牛皮癣那个药膏都有内固醇，我这样擦。你擦完好了，过一礼拜又反复再擦，就同一直在放，治不了会反复复发，一直发。不好意思，我心血管出问题，因为我胖，我胖了大概20-30公斤，每天在大陆不需要工作应酬，到处去吃喝玩乐，我胖了大概20-30公斤，又得牛皮癣，脖子会歪掉，我又破产。最重要的是，我跟各位讲。这个左边这张是我们三个兄弟，我们当时亮哥刚信主的时候，在普光教会，然后右边是洪哲，然后右边这张是去年的9月份，我们全家那时候跟着教会去韩国宣教，我大哥、二哥，大哥举手帮我祷告，我爸双膝下跪，跪下来帮我祷告，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。我去年得牛皮癣，我破产，我败坏，你们跑光，房子车子卖掉，结果我的老爸老妈为我下跪代祷，当时我还没信主，我是去年10月27号，我印象很深，我这辈子人生最重要的一天，10月27号，我爸妈去年9月份为我跪下来代祷，结果他们把我哥哥他们把这个照片，你知道怎么样，发到我们赵家家庭群里面，我们就有一个微信群，像他一样。他把我爸妈跪下来的照片发上去，结果你猜怎么样？你猜，各位猜我有没有反应？有，没有？哎，没有，我没有反应，我没有半点反应，我没有半点反应。结果我哥他们就想，赵文彦太夸张了，老爸老妈为你跪下来祷告，你居然回应都不回应，回复都不回复，没有任何表达。但是我跟各位报告一下。我当时人在上海的家里，我在家里痛哭流涕，我哭得非常伤心，我很难过。为什么会那么难过？因为他们都70几岁了，爸爸74了，妈妈71，那他们为我跪下来，我真的是在上海是痛哭流涕，是哽咽的，一定有眼泪，我非常非常伤心，非常难过。所以我会信主原因，就是因为爸爸妈妈为我跪下来祷告，加上亮哥，我大哥跟洪哲。欸、他们跟我传了多少年的福音啊、欸、我过去我怎么可能来，我怎么可能来讲见证啊，我怎么可能来聚会，我怎么可能来成根啊，我怎么可能分享周报，我怎么可能读圣经啊，怎么可能，我过去是什么样的人，我过去在夜总会，我跟朋友到处归于，怎么可能的事，我现在开始在为主做荣耀的见证，因为一个人的改变就是最大的神迹，跟隔壁说一下，一个人的改变是最大的神迹。觉醒来的不是睡不来的，跟着你讲一下，生命是觉醒来的，不是睡不来的。我们人没有遇到绝望，没有遇到低谷，没有遇到环境，没有打击，我们怎么可能会觉醒？我就是一个例子。
我没有遇到心血管流鼻血，我没有遇到破产，我没有遇到那么多的事情。我跟你讲，我心硬的要命。当时我哥五年前为了传福音，亮哥，我二哥洪哲上市，即将上市公司的总经理，为我传福音。我跟你讲，我一直在抵挡，我一直在硬去抵挡，我听不下去了，我根本听不下去，我不需要啊，我觉得我活得很好啊，我每天吃喝玩乐，朋友外面一大堆，就一来就跳了，呼一下就跳了，我根本就不需要。但是我跟各位讲。以前我大哥跟我讲电话，从台湾打到上海给我，跟我传福音，我都很抵挡。但是因为基于对他的尊重，所以我会把话听完。但是我心里的 OS 是说，什么时候讲到半途，什么时候结束啊？不要再讲了，不要再讲了。结果这半年信主，我跟各位报告一下，亮哥在跟我传福音，我觉得像在跟模特谈恋爱一样，欲罢不能啊！真的，他在跟我讲真理。他在跟我讲真道，他在跟我讲做人的道理，恢复家庭关系，他在跟我讲神如何为我舍命，我欲罢不能。很简单，因为我现在跟着亮哥住在一起，所以他基本上是传道生活，每天二五晨更，礼拜四福音餐会，礼拜五又有祷告会，礼拜六辅导，礼拜天主日，平时又有五个小组，我每基本上都跟到，而且他每次跟我讲，我以前是抵挡的，现在基本上是。愿意收进去很重要。那我跟各位讲，我们人如果没有上帝，真的很可怕。我们都是在过去的社会当中不断的抓取，不管你赚了多少钱，你到最后不管你有多少豪宅，你有几百部跑车，你如果最后没有神，我跟你讲，最后一定是空虚，一定是落寞，空虚，虚空的虚空，虚空的虚空。凡事都是虚空。那我讲一个，各位知道台湾的离婚率现在多高吗？到两个人，六到六，整个平均，加上中国大陆也是，台湾也是，大概是38%到40%。中国大陆上海是40%啊，然后全中国大概是40%，也是40%。重点是80后的离婚率，1980年，我是1979年。40岁，30年，将近40年，最年轻的。80后离婚率50.2%，90后离婚率57.6%。Google 查一下，我后来查了解。哎，真的很恐怖哎，57.6%，你听起来没什么，1000万有600万的离婚，600万的离婚，1000万600万的离婚，我再跟各位讲个数字，所有这60%的离婚率50%。都是因为第三者插足，也就是因为情欲、婚外情、小三、情人乱七八糟。那我再跟各位讲，各位知道当今的世界首富是谁吗？因为我之前常常在教会在分享，是谁？这个还是台湾的、哇！他连马云、阿里巴巴马云、马化腾、腾讯几乎都比不上。当今世界首富，不是比尔盖茨，也不是那个股神巴菲特，是谁？亚马逊。亚马逊，漂亮，这位大哥，恭喜他！您讲，可以不可以？亚马逊创办人贝索斯，那贝索斯他个人的资产，个人资产是1369亿美金。我来了解一下。1369亿美金啊，1369亿美金。结果不好意思，他最近从世界首富的位置被拉下。我，都知道，离婚。然后依照他当地的这个美国，不知道是洛杉矶什么地方的法规，他是要跟上海上给他起诉，所以他的老婆变成女版的世界首富。他老婆分得了多少钱？他老婆分得685亿美金，685亿美金，我告诉你哦，他超过中国首富马云347亿美金，跟第二名中国首富腾讯巨鹿马化腾的333亿美金，他们两个中国首富的一二名加起来是685亿美金，然后他老婆分得685亿美金，很夸张，
好，我再跟各位讲更有意思。你不要看这个首富他出轨哦，他过去这25年来对家里尽心尽力，什么叫尽心尽力？他非常的朴实，他不会开什么很贵名贵什么劳斯莱斯、万里宾利，没有没有没有，他开一台 Toyota 丰田，开了17年，你可以 Google 查一下。结果他每天，你看他把那个亚马逊公司那么忙，工作量那么大。他基本上应该很少到公司，不好意思，他每年都10点以后才到公司。为什么10点以后到公司？因为他要开车送完4个小孩到学校的时候，他才去公司。还有一个那个贝佐斯家里不请阿姨，就是不请保洁。那么有钱，我自己在大陆都请阿姨了，他不请阿姨，他老婆煮完饭他会帮忙洗碗。可以我查一下，他是一个标准好先生、好丈夫。结果25年后，败在情欲，婚内出轨，婚内出轨，婚内出轨。然后出轨的这个人是他也认识很久，好像是一个以前是一个主播，新闻平台新闻的一个主播。那重点是，世界首富也挡不住了，我们情欲来的时候挡不住。然后我再讲一个我自己的以前的一个例子，以前我跟我老婆离婚分开之后。我后来有遇到女孩子，那遇到女孩子，其实大部分的女生对我都非常非常好，但是，我其实不知道应不应该讲这个东西，在公众应该讲这个，对，我觉得还是要讲到真实坦白，就是以前我的老婆对我那么好，她怎么对我好？很简单，以前那时候当兵退伍。上班工作那时候没什么钱，他固定会帮我带便当。我那时候已经20几岁，然后他因为他是10点11点上班，所以我早上8点到公司，所以7点左右要出门。然后他就会早上先睡起来，帮我把昨天的便当带好的便当先放到微波炉加热，他就坐在微波炉前面度孤啊，要度孤。我知道很多人都做得到，但是我们不会有感觉，我们不懂得感恩哎。我们不懂得感恩，我们觉得这是应该的，我觉得这是很夸张的。然后我跟各位讲一下，我除了牛皮癣的医治之外，我最近这半年我梦到很多奇怪的梦。我以前不会做梦，我是个金牛座，倒头就呼呼大睡的人。结果我这半年经常做梦，我有一次梦到上帝，这不能乱讲，在公众面前做见证。对，基督徒们多讲先生，不能说谎，要鉴察人心。我有一次睡做梦，我在睡觉的时候做梦，我梦到他，我梦到耶稣。我怎么看他是什么样的形象？他就是一个白袍，长头发，棕色的头发，他全身有荣光，然后他带我到一间教室，学校的教室。然后那个教室很好玩，就是有一张课桌，桌子那边就是我的。然后坐下来之后，上帝发了一张考卷给我，耶稣，对，他发了一张考卷给我。那这个考卷上面不是选择题，也不是什么是非乱七八糟题，它有10个填空题。然后他亲口对我讲话，他说你要把10个人的名字填进去。也就是你至少要拯救10个灵魂，你至少要拯救10个灵魂，看起来不多，但我们知道拯救一个人的灵魂，一个人就可以影响他全家族、夫妻关系、小孩，包含他左右的兄弟姐妹，这是上帝给我的托。然后，不好意思，我讲一下，那我之前二哥嘛。二哥也是，我觉得二哥真的很厉害，二哥的改变也非常非常非常的大。为什么这样讲？因为随着二哥在做捞网金山，钱越赚越多，当然会越来越骄傲，一定会嘛。但是我哥又还蛮谦卑的，很奇怪。如果各位有看过我哥，他每次我到家，因为我们都被小组聚会嘛，对不对？我们所有组内弟兄，小组聚会，我在上海都去哥哥家、上口家小组。那我哥每天那么忙，然后我下班公司那么忙，然后我嫂子煮了一桌菜，半夜要给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吃，然后那一天煮的虾子，我哥就是这样子，好好玩哦。
他会把整盘虾剥完，剥给每一个人，包含保洁、打扫阿姨，剥给他，完之后去洗手，再过来，最后再吃。他饿不饿？当然饿啊！上班一整天回到家，谁不希望？对啊，开玩笑，他整个把虾剥完哎、欸，不得了！这是我看到，还有一个，我哥哥在2年、3年前心脏装支架，心肌梗塞，三个血管，两根堵住装支架。然后装支架之后，我在上海的时候，我去探望他，我去照顾他。但我当时还没信主，我就很好奇、欸、为什么这些基督徒怎么都那么平安喜乐啊？我看到我二哥身上的例子，为什么？因为心肌梗塞有可能会走掉哎、欸。有可能突然不抢救及时脑梗直接走了心梗，完了之后我到医院看他，你知道他在干嘛？你猜他在干嘛？他在看圣经啊！这引起我很大的好奇心，为什么？他都要维持生命的，怎么习惯完全没有任何忧愁、愁烦、愁容？然后他做，赶快做他自己想做的事，看电影看到好，电动打得很好。我不知道，我是打个比方，重点是在读经哎、欸，他在读经，然后完了之后，我还看到什么？更厉害的是，我嫂子，我二嫂坐在我的二哥的腿上，两年前看经的，好夸张！我看到，我看到，好扯，真的好扯。我当时有很大的好奇，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子？对，为什么会这样子？然后。这个图片是我在上海的时候，那时候刚信主，然后上海家教会的肖玉姐他们在帮我做，我当时在做祷告，对，做宣誓祷告，对。然后这一张是我可爱的宝贝儿子。那我今天能够站在这边跟各位分享的见证就是，我把大陆的所有的生活都斩断，车子房子都是卖了嘛，我的资金链断掉了。我回到台湾，我原本一个月70-80万很规律的生活，我现在回到台湾，重新从骑摩托车工作开始早起啊。当然，我最近可能找到摊位要做五味摊，但是我重新开始，为我的儿子，为我的乖乖，为我的赵伟驹，我要重新挽回我的婚姻，挽回我的家庭。这是我宝贝儿子，他今年6岁，叫赵伟驹。你看看过去这个老爸。这次我5月份回来台湾，我带他去 Baby Boss 的时候，然后我再讲一个，你看到这个照片，我儿子当时在医院，有看到？这是去年11月发生的事，又很神奇。我当时刚信主一两个礼拜，我老婆从上海打电话给我，他跟我讲，乖乖开刀。我说乖乖开刀，我说怎么？为什么开刀？我当时吓一大跳。他说他扁桃腺肥大，一定是腺球体太大，所以他每次睡觉都要嘴巴呼吸，然后常常会呼吸中止，然后常常睡起来就是那种好恐，就是那种缺氧脑袋。我说你确定要开刀？我说一定要，非必要要开刀吗？他说必要要开刀，因为扁桃腺1到5级嘛，4级以上建议要开刀，它是有各种参数的，然后腺球体也建议要开刀。我当时听到这个，我跟各位分享一个。我很担心，我真的很害怕，因为我儿子6岁要开刀，这么小要开刀，那伤口愈合各方面，我当时会在上海我的家里，当时我信主，我的床头柜摆了一本圣经，一个十字架，还有我全家福的照片，我抱着我老婆跟小孩全家福的照片，我当时就跪在圣经十字架前面痛哭流涕，我就跟神呼求。然后这张是我根本刚信主1两个礼拜，我根本就不会祷告，我就抓着我小孩的手在帮他祷告。那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？他开刀礼拜5开刀，周四下周四才出院，6天，最快最快要3天。周五开刀，周一才出院，最快。我哥亮哥最近也开过扁桃腺，这个伤口恢复愈合要一段时间，加上不能吞一些异物，要吞一些流质的东西，加上小孩子恢复的速度那么慢，最快周五开刀，周一才能出院3天。结果我跟各位讲一下，他周五开刀，隔天礼拜6周六一大早就出院。然后你知道医生跟我聊什么？医生说我从来没有后悔过。他清楚了，我只是把话说出来。
一切的一切都是上帝在保守，因为忧伤痛悔的心神必不轻看。我包含昨天，因为我最近在经营的要开小吃摊卤味摊，我从卤味摊骑回去家里的时候，我在路上，我现在都有一个习惯，我会跟神讲话，因为骑车半个小时、一个小时没有事，根本发呆嘛，你看什么不能看手机嘛，你听音乐，我会祷告。我包含昨天骑车的时候，我想到上帝拯救了我孩子。在一路的保守他、看顾他，我昨天边祷告在骑摩托车当中，我就边祷告边哭。对，因为我们要称赞神的恩典，这一切都是上帝的保守。除了医治我的危险，除了让我回转，我问各位一个问题：如果今天我还有那么多分红，我一个月可以分七八十万、一百万，我给你分一个月五百万，请问一下，你猜我的下场是什么？你觉得我会怎么样？花光啦，那些小孩子。哦，花光，对，花光啦。除了花光以外，住宿公寓。我跟各位讲，各位讲的太好，非常保守。我一定死在哪里？你信不信？你知道为什么吗？我一个月七八十万，一天小三小四小五，我都可以基本上都工作。我会继续的在情侣里面跌倒卖花。我在讲一个例子，我有一个非常要好的小学同学，在上海。我们认识二十七八年，广告设计公司的，180公分长头发，非常帅。那我小学就跟他认识了，但我却没有看到他老爸。结果他在高中的时候，我小学同学高中的时候，他跑到大陆把他爸骨灰坛抱回台湾。他以前年轻的时候告诉我为什么，他不愿意讲，因为觉得很丢脸、很羞耻。但是这三年他在上海，我后来问他，他真实敞开的告诉我。他说他爸当年死在大陆是因为在床上死掉，他的爸爸在床上死掉，床上还有两个女生。那我跟各位讲，如果我还有随着这么多的分红，我一定死在大陆。结果我儿子就跟我的小学同学一样，长大以后去大陆把我骨灰坛抱回去，那抱回去还好，他脚上跌倒，掉了一把刀，扫了当时抛弃我跟我老妈。对啊，不是，我想讲的是，就是还好神救了我。跟各位讲，真的还好我的股份，你知道为什么？公司要上市之后，把我的股份回购，我要感谢主，因为如果没有这一段，我去不如。哎，我一个月分七八十万，我才十七家店的分红。如果我可以跟到老总上市，包含他七八十间、九十间、一百间，我一个月月收一百万人民币，这是最基本、最起码的。最起码的，我真的很感恩二哥把我的这个股份收掉，因为如果不收掉，我应该不会回头，我也不会感恩，我也不会痛彻心扉，我也不会忧伤痛悔，我甚至没有感恩的心。然后再跟各位讲，以前没有信主之前，我觉得我是一个会感恩的人，但是我跟各位讲，我根本不会感恩。我以前以为我很会感恩，我哥释放股份给我，我也没有实质感恩什么，我也没有关心他、问候他、大嫂啊、子女啊，对啊，我二哥捞了我七八年不上班，火锅店，我自己家做火锅店，一个月分六七十、七八十万，我一个月年收大概五百、六百、六七百，我有感恩他没有啊？股份停掉，我反而怪他，我们不会感恩嘛、啊？当我信主之后，有一次我去我哥家聚会啊，我跟我二嫂以前也因为这些股份，因为求哥，所以我们感情有点疏远。你知道吗？我二嫂倒了一杯水给我，我们关系就恢复了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他跟我讲：“哦，洪仁啊，你怎么都不喝水啊？你水喝太少了、啊，又把我端一杯水拿给我。”那你知道我想到什么吗？想到我妈妈嘛，妈妈才会在耳提面命管你喝多水嘛。其他人才管你喝多水，就这么简单的一句话，我跟他关系恢复，我会感恩嘞、欸，我懂得感恩嘞、欸，我觉得这点很重要。所以，我跟各位讲，一定要在主内，一定要在主内，我们要读神的话语。为什么要读神的话？因为外面世界社会的这一套，是不是要把你吞吃？是要把你吞吃，而且讲一些光怪陆离、似是而非的话。看似好像是对的，但你仔细听一下是乱七八糟。比方说，我最近在跟朋友传福音，那我跟他讲，今年过年的时候不是同
同性恋公投，不是全国罢免了吗？罢免现在不是就直接把它给我冲过去？什么六十几席民进党，三十几席国民党，他就故意用这个道路给你弄过去。我跟我朋友讲，我朋友说这刚刚好也没有什么。我说什么叫刚刚好？他就跟我扯了，他说没有啊，他为什么要通过？他为什么要通过？他就跟我讲说什么？因为之前他可以除了同性恋这个合法之外，还有一个小学生会教性教育，对不对？我朋友在跟我讲这个，这不都扯东扯西吗？我说你刚刚跟我讲这个，我说我就讲同性恋这个东西。我这个好朋友认识二十五年，我在台湾有八九十二十年以上的好兄弟，他有个儿子，哦，叫林凯翔。我说你刚跟我讲好多，我儿子赵伟军。我说你儿子林凯翔十七八岁的时候，牵个男朋友回来说，爸爸，我带男朋友回来给你认识一下，你会怎么样？你会难过。我儿子赵伟军乖乖，哎，爸爸，我带男朋友给你认识介绍一下。但我的意思是说，我们没有办法接受嘛，我们大概没有办法接受啊。整个世代就乱弄乱搞。我到大陆13年，大陆台湾新闻以前都是名嘴政客斗来斗去，我13年回来以后还在斗来斗去啊。对啊，我们到底知不知道什么是真理？我们到底知不知道什么是合乎神的心意？我们到底怎么样能够活出真正不一样的生命去影响别人？我觉得我们在座每个基督徒都非常非常重要，包含我自己。我怎么可能？我过去在大陆规规败败的人，我怎么可能在这边做位置、做荣耀的见证？怎么可能的事情？这不可能嘛！真的是人的改变是最大的神迹。包含我在上海，当时参加一个那个什么天国企业的一个会议，当时因为洪哲二哥嘛，二哥当时出差不知道去哪里，他就让我去参加。当时有个主讲牧师，那主讲牧师我忘记名字了，她是黑道大哥的女人啊，信主十几年。然后他就跟我讲，他是红人啊，因为我跟他聊我过去的一些生命的种种，百花乱七八乱弄。他说红人啊，其实你都不需要想什么，你只要出现在主日台上，你出现在主日的聚会当中，你就是最大的神迹啊！你这样的人会悔改，我会悔改。我在做什么？怎么可能啊？5点半起床成哥，我在大陆5点半都还没睡觉，准备喝完了，怎么可能？所以我觉得真的是很不得了。对，然后再一个，右边这个各位有看到我戴个眼罩，那个表情很痛苦的样子，对对，不舒服。好，他是有第三，对，他是有第三，好，没关系。他这边我还有后来，我有一个照片是躺在医院里面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我今年4月份，我当时跟乐哥到新加坡出差的时候，我即将要上飞机之后，我左腹超级痛，左腹部非常非常痛。右边是阑尾炎嘛？因为我小时候开过盲肠，阑尾炎。然后左边左腹是什么？胰脏大肠。我当时也不知道是什么。我跟你讲，剧痛，痛到我在飞机上，我前一天才睡2个小时不到，因为我在跟我哥在聊天，我们哥要到上海浦东机场直接飞吉隆坡，所以我本来打算在吉隆坡飞，上海浦东机场飞吉隆坡5个小时，我在飞机上睡觉，突然剧痛，胀痛，就痛到我完全睡不着，我就在飞机上一直进厕所，去洗八次，上也上不出来，尿也尿不出来，大也大不出来。怎么办？就我每次出来，我二哥同志就问我，他说你进去，你怎么一直去厕所？因为上厕所。我说上不出来。他说那你进厕所干嘛？各位猜我进厕所干嘛？祷告。祷告吗？祷告，一直进厕所求，我说上帝求我耶稣求我，对，我要求你亲自医治我，怜悯我，我做什么不合乎你心意的事，求你。我亲自跟上帝一直呼求7、8次。其实我原本睡不着，后来我在飞机机位上睡着了。睡着以后睡起来，全身冷汗，满头都冷汗。下飞机，当地的朋友 Andy 哥马上带我去私人医院。去私人医院，医生按，胀痛，胀痛。完了之后叫我验尿，验出血来，肾结石。结果后来帮我吊点滴，给我打止痛针。完了之后都给我开了5天的高剂量的止痛药。他说：“如果你随时这5天出差这当中不舒服，马上回医院帮你做声波、震碎、肾结石。”结果各位你知道怎么样？
这五天都很平安。我后来回到上海的时候，那个痛感都还有一点，因为它只很大，只压一点点。完了之后，我就去上海的诚心医院，就是台上去看了医院。我觉得诚心医院知道怎么样？大陆叫彩超，他回答我，在台湾叫什么？彩超照我们两个肾，很光滑，没事，再超一波。大陆叫彩超，我都太久，我吃三年在大陆。他说你肾没有问题，怎么可能？结果后来照我的膀胱，没有啊，没有结石啊。他说有很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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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小结晶。我跟你讲，我当场在超音波室才超时，我就哭出来，我就感谢。然后那个帮我照的那个阿姨，她不知道我到底在干嘛，她也不晓得我到底哭什么。我一出彩超时，我就感谢主啊！我跟各位讲，全部都是上帝的保守。很多人觉得是巧合啊，刚好啊什么？哎，你那个小直径不够大，然后这样，全部都是神的用。我一次一次经历到神，虽然没有癌病的医治，死里复活，但是我一次一次看到他大能的手，他一直在怜悯我，一直在等我回头，一直在等我回头。为什么要等我回头？因为这个时代太多婚姻家庭的幸福不和睦，看似都很和睦很幸福，但是私底下是不幸福。我们不要再装了，不要再骗彼此。夫妻久了，我们是不和睦不幸福，我们不了解彼此。我问过一大堆朋友。我问他的父母讲话，基本上不跟他讲话。我问他跟他爸的关系好了，你会聊天吗？不会聊天，因为我们没有那种爱，我们没有那种爱。我觉得唯有在主里面重新建造成为新造的人，我们才能够活出基督给我们的这种爱。而且重点是我能够回转信主，到底有什么意义呢？我觉得我的意义就是，当我回到台湾，我去挽回我分开五年的这个老婆，包括我儿子，我恢复家庭关系之后，我还要再为主继续做荣美的见证，感谢上帝主，对，感谢老师，我时间很超过，还好还可以吗？要小心哦，我感谢主，因为很多人说真的，女生受到那么大的创伤。我跟你讲，很多人都受不了，对啊。我当时为了私欲，为了自己的情欲，我不管跟我在一起十三年的老婆，我就把她抛下。老婆没有心思，老婆现在是半百的，对啊。所以那个叫什么？挑战很大，对啊，这个挑战很大。那但是幸运的是什么？我在过年那次回来。他也知道我准备打算回来台湾，我把大陆的生活都断掉，他都知道。我跟他出去的第一次，他都开始对我讲话，当然恶言，不是恶言相，就是讲话其实不太好听，但是也是应该的。他都受了多少委屈？那一天，他跟我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，他说你要我短时间内接受是不可能的、啊，但以后我知道。你懂吗？他有释放出信息了嘛？他跟你泄题了嘛？你懂吗？对不对？再一个就是第二个透露的信息是，你也知道我是个追忆期嘛 ？OK， 又再次泄题，太明显了。所以我跟各位讲，不管他拿冷水泼我，拿东西丢我，亮哥常讲，我准备失败十万次，我一定要挽回我的婚姻跟家庭。为什么？更好的父母，我不是大号，我一定要为我的儿子、我的孩子、小孩，还有我的老婆，我一定要挽回我的婚姻，挽回的家庭，而且我会做给他看，就这么简单，我会做给他看。我说了以后，大部分的收入都要给他，包含到上市之后的股份，我会全权给他，我不要一分钱，妈妈给我生活费、用钱都可以，我会让他看到我的诚意，我会。我有荣幸的话，可能我跟我老婆、小孩恢复家庭关系，我再来 Holy Ghost，Holy Ghost 做荣美的见证，大家帮助我们见证人，大家都是我造的见证人，对，我真的很感谢。我们在好手好脚没有病痛，我们就回转幸福。多少人是已经馋的、瘫的、废了，你才来抓住神？我们上个礼拜去台北家教会，我去林口长庚探访病人，有的中风的，他眼睛瞎掉，有的睁开眼睛，然后他因为语言表达不清楚，但是他有个开悟，开悟要让人长期照顾，知道他在讲什么。
我们三个人妈妈都祝福祷告，那个贪哥，我们女主人喝酒，谁不要祝福祷告？但是我们人没有到绝望以后，我们不会醒啊，我们不会抓住神啊。我们台北还有人家教会在地堡旁边，我们为什么要去地堡传福音？为什么？谁可以告诉我？心里刚硬，有一句经文怎么讲的？骆驼什么？有钱的是鲁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啊！刚好那个反倒叙法，对不对？要讲出来。我们要到病危，人都是要病危最绝望、最痛苦的时候。亮哥之前讲一个牧师到病医院探访10000多个病人，10000多个病人最后人都需要的是什么？我们需要个拜托，你把我全部拿来让我看两眼。有吗？有人这样吗？你拜托把我法拉利要十六看一下。所以这些都是虚空的虚空，临死的人都需要什么？需要他在乎的人。关心他，陪伴他，对不对？我们到底需要什么？我们需要是爱，所以我们要跟我们家人，我跟老爸、老妈、跟大哥、二哥、大嫂、二嫂，我们关系全家越来越融洽，越来越融洽。所以我真的感谢上帝。我其实我今天讲就是讲超过时间40分，对啊。那好，那我就讲到这边。对，感谢上帝，谢谢大家来陪我们，谢谢，对吧？感谢你。很精彩吧？不够坏，上帝不要，真的不够坏，上帝不要。你听见证啊，一个比一个坏。你不看赵夫人刚刚说的歌，够不够坏？坏，他不坏怎么会来到上帝的面前？其实我听完见证啊，我很想跟赵夫人鞠个躬。真的。所以我真的为赵妈妈开心，也为赵妈妈还在，赵妈妈开心。
因为这三个孩子都这么的上进，这么的愿意为神摆上，我相信神会添加这赵宝宝这一家，让你们恩上加恩，慈上加慈。然后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位听到了这样的生命见证，我相信每个人都得到了激励，有没有？有，对不对？这么坏的人都可以变得更好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真的相信神是大能者。所以我们每个家里面是不是都有难处啊？是不是都有？都有啊！我每个人的生命里面都有难处，每个家庭里面都有难处，每个家庭里面也都是有一些战场的，对不对？谁跟谁不和，谁跟谁斗？就像我们今天的台湾的政治，真的够乱吧？是不是？他们乱搞得我们也乱，对不对？但是我相信上帝掌权，我相信上帝必要赐福台湾这块土地，必要重新让台湾这块土地恢复一个平静。恢复点丰盛，恢复点喜乐，我们也把这样的一种期待，我们为这个台湾的这块土地来祷告，让我们台湾真的重新可以看见上帝的荣耀，让上帝的荣耀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彰显他的作为，彰显他的荣耀，好不好？我们非常感谢洪仁，还有赵导，还有他的这些弟兄姐妹一起来到我们维克斯。来做这样的生命见证，我们也相信同仁必要在为神站在他的殿堂，去为神有更多的荣耀。因为我们常常说，上帝让我们遭遇这些患难，为了什么？是为了让我们去安慰那同遭患难的人。你不够坏，你去跟那坏的人说：“哎呀，你要变好。”一点说服力都没有。就要这么坏的人站在讲台上，才能去感动一些坏的人。因为大家走的路是一样的，大家的苦是一样的，大家的痛是一样的，你才能去同理，他们才能被你同理，知道吗？所以有时候我们如果家庭里面有一些难处，有一些不开心的地方，我们真的就是缺乏金钱的贵，真的可以贵出那个说不出来的那样的一种范准。那样的一种单纯，那样的一种力量，所以不要泄气，不要放弃，不管任何时候，仰脸仰望神，神必有他奇妙的作为。我非常谢谢今天大家可以从头到尾一直坚持到现在，坚持到最后的人，你才能真正的得到神的祝福。谢谢赵丹，谢谢黄总，谢谢你们的关注。我们也谢谢弟兄姐妹能够在这里一起同仁做见证的两个弟兄姐妹，愿上帝赐福你们，让你们每一天可以得着从神来的平安和喜乐。谢谢大家。